大家好，欢迎收看《诚心诚意教会史》系列节目，我是庄正诚。这一集的教会史，我们来讲俄罗斯与东正教。公元988年7月28日是罗斯受洗的日子。罗斯受洗，罗斯 Russia 也就是俄罗斯，罗斯受洗也就是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在公元988年，基辅的弗拉基米尔一世大公亲自率领了基辅城的臣民跳入了第聂伯河里面受洗，皈依了上帝，并且宣布俄罗斯接受基督教成为国教。罗斯受洗是俄罗斯历史上面的一件大事，因为从此以后俄罗斯就开始了新的历史的发展的时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罗斯受洗的始末。公元987年，拜占庭发生了变乱，于是拜占庭就向俄罗斯基辅大公来求援。为了表示友好的关系，双方缔结了同盟，而拜占庭的皇帝将他的妹妹安娜公主嫁给了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也为了表示诚意，他愿意接受基督教。弗拉基米尔大公到君士坦丁堡来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以后，他就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和一批拜占庭的神父，还有众多的法器返回了基辅。后来不久，弗拉基米尔为了表示他自己跟原本信奉的多神教决裂的这个决心，他下令把多神教诸神像烧掉，或者是抛到河里面。在当时，有许多信奉多神教的教徒哭着不愿意扔掉自己心爱的神像，但是这无济于事。弗拉基米尔态度坚决，向基辅全体的居民下了诏书。诏书当中是这么规定的：明天，不管是富人、穷人还是奴隶，如果不到第聂伯河河边去受洗的话，那就是与我为敌。次日，也就是公元988年7月28日，弗拉基米尔命令基辅全体的居民要按时集合在第聂伯河边，强迫全城男女要分成两路下河去做洗礼。弗拉基米尔仰望上天祷告说：创造天地的上帝啊，看看你这些新的子民吧，让他们像其他的基督徒一样认识你这一位唯一的真神，请让他们真正的相信正义的信仰吧。同时也请你给我力量和帮助，让我可以战胜魔鬼。接着，弗拉基米尔下令把基辅郊外的万神殿改成了基督教的教堂，派神父进驻到教堂当中。弗拉基米尔就这样把基督教定为了俄罗斯的国教，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改变了俄罗斯人多神教的信仰，让俄罗斯人相信了基督教。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面著名的罗斯受洗。罗斯受洗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因为基督教的传入不仅对俄罗斯的社会组织、政治理念、经济建设、文化发展，而且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研究到底俄罗斯人是怎么接受东正教成为他们的国教的。首先我们先来谈俄罗斯的民族。俄罗斯的民族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而东斯拉夫人是欧洲最为古老以及最为庞大的部落集团斯拉夫人的一个支系。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斯拉夫人是起源于欧洲南部的多瑙河的流域。在东正教传入以前，作为东斯拉夫人的一支，俄罗斯人信仰的是多神教。他们相信万物有灵，也就是无论是水、土、火、风等自然的现象，或者是森林、熊、狼等等动植物，还是逝去的祖先等等，都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例如他们信奉灵神、水神，通常在打猎或者是捕鱼的时候会敬献祈祷，
来期盼获得好的收获，并且把太阳神、雷神、风神、火神、畜神视之为主神来膜拜。这就是古俄罗斯民族多神教的信仰。而在事件的另外一边，则是基督教从公元一世纪耶稣以及他的门徒的时代开始，从耶路撒冷传播到近东，包括了亚兰、亚述、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小亚细亚、约旦以及埃及等地。在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散布到全欧洲，又进一步散布到全世界，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我在许多的节目当中一再的强调，基督教 Christianity 是对敬奉耶稣视为弥赛亚的各个基督教教会的统称。实际上，基督教包括了天主教、新教以及东正教。自从公元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以后，基督教逐渐分成了东西两派，而395年罗马帝国的分裂则进一步的加剧了基督教内部的分裂，而基督教逐渐分化成为以希腊语区为中心的东派，以及以拉丁语区为中心的西派。由于两边文化风俗不同，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当中，东方教会更为注重希腊教父的思想，强调权威，以及东方基督教长期以来所累积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遗产，而西方教会则是比较注重早期教父的思想，较为崇尚法治跟务实，强调成文法规跟客观的标准。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东西方教会在公元1054年彻底的分裂。基督教分成了东西两派的教会的体系，西方教会是以拉丁语区作为中心，叫做天主教，东方教会则是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形成，叫做东方教会，是以君士坦丁堡作为中心的东方教会认为他们自己保有了正统教义的正宗的教会，因此东方教会称为他们是正教 Orthodox 或者是正统天主教。因为属于希腊语区，当时的宗教仪式都以希腊语作为主要的话语，所以又称为希腊正教。后来又因为处于东边，所以又叫做东正教。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把东正教定为了俄罗斯的国教。随着东正教传入了俄罗斯，俄罗斯各地纷纷建造了拜占庭风格的教堂。后来1242年成吉思汗的长子数次的次子拔都结束了蒙古西征以后，建立起了钦察汗国，将俄罗斯诸公国变成了蒙古的藩属。因此俄罗斯人曾经被蒙古人统治长达了260多年。在蒙古钦察汗国的统治期间，也就是公元1242年到1502年期间，对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蒙古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使得东正教在俄罗斯地区得以继续的存留以及发展。当时的蒙古官员甚至改信了东正教，因此更提高了东方教会的地位。在公元1453年拜占庭帝国被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灭亡的时候，伊斯兰教随着鄂图曼人来到，跟原本的东正教互相的混合，而在鄂图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保留了许多拜占庭的教堂的建筑，并且把这些建筑转型成为了清真寺。但是东正教却在俄罗斯被完整的保存下来。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的加冕，伊凡四世也就是恐怖伊凡，伊凡四世开始实行了独裁的集权统治。在伊凡四世加冕成为沙皇以后，为了加强君权神授的这个概念，他还提升了俄罗斯东正教的宗教的地位。因此在第二的时期，俄罗斯始终还是以东正教作为国教。
东正教的教会不仅拥有大片的土地以及大量的财产，还握着大量的农奴以及农民的命运。高级的神职人员都是出生在贵族当中，拥有了许多的特权。根据俄罗斯帝国的法律，信仰东正教是每个国民的义务，任何不接受东正教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异教徒，对于改信其他宗教的教徒要处以3年或者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东正教也禁止教徒跟异教徒来通婚。当时的政府规定，所有的学校都要开设神学的课程，而教会直接掌握了一半的各类的学校。当时的教会对无神论者则以各种的方法来加以破坏。然而就在公元1917年11月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大幅的改变。当时候无产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了广大的农民，以革命暴力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苏联。这也就是俄罗斯历史上面著名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以后，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推行了新型的宗教政策，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跟政策，使得国家的政权跟宗教互相分离。这对俄罗斯宗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共产党是主张无神论的，在苏联统治的70年间，宗教活动被政府刻意的压制，东正教神职人员受到了排挤，大批的教堂被拆毁，也有东正教主教流亡到了海外。由于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一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教会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的组成的部分，教会的利益跟沙皇统治的利益也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教会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后来教会占有的土地收归国有，结束了教会的经济特权，并且取消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其他宗教的特权的地位。但是在80年代，戈巴契夫上台以后，情况有了重大的改变。由于戈巴契夫对教会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他允许教会传播宗教的典籍，神职人员也可以借着大众的媒体来讨论宗教的问题。他并且将莫斯科达尼洛夫修道院归还给了教会。另外，他配合修改法令，允许外国人携带圣经以及其他的宗教刊物入境俄罗斯。198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来庆祝罗斯受洗1000年的纪念。有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当时也出席了庆典。后来1991年叶尔钦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时候，亲自到了教会参加宗教的仪式。叶尔钦允许当选以后，将莫斯科红场上面的圣巴索教堂以及克里姆林宫的其他的7座教堂交还给教会来管理，教会因而公开支持叶尔钦，号召基督徒要投票给他。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政府法令规定所有的教堂要全部归还给教会，并且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宗教节日以及庆典重新恢复，长期以来被压制的宗教信仰获得了解放，东正教的人数迅速的从4000万人一直增加到了7000万人，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2。在2012年，普丁就任总统以后，普丁对东正教给予高度的正面的评价。普丁声称，东正教在21世纪将有助于俄罗斯社会的稳定，有助于国家精神道德的复苏。普丁还指出，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历史起着独特的作用，而东正教应该成为国家以及全体人民道德的标准以及精神的支柱。1944年，由于苏联占领爱沙尼亚，君士坦丁堡的爱沙尼亚东正教会被苏联宣布暂时停止活动，
主教们因此流亡到了海外，而剩下来的东正教的团体则改了隶属，成为了莫斯科东正教，并且在1978年取得了君士坦丁堡东正教的承认。在普丁的积极运作之下，莫斯科宗主教会与当年流亡海外的东正教会举行了合并统一的仪式，正式结束了两派长达80年分裂的局面。而合并以后的东正教会为了回报普丁的扶持，也接力地跟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近年来，俄罗斯的东正教会不仅实现了他在国内可以从事宗教的宣传，还积极地向外国派驻教会的人士，将俄罗斯的东正教向全世界各国来传播。与此同时，随着俄罗斯东正教的统一，国内外教区的扩展，教会人数的增多，俄罗斯东正教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也与日俱增。透过本集节目的探索，我们了解了古俄罗斯人原本是信奉多神教的。当时候的俄罗斯人认为天地万物之间有无数的神灵，尽管每一个神灵威力大小不一，但是他们都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当时候的俄罗斯的多神教的活动已经具有了相当完整的体系，对俄罗斯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弗拉基米尔当上了基辅大公以后，在公元988年接受了基督教东正教的信仰。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东正教一直是俄罗斯的国教，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由于苏联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跟宗教信仰是处于对立的状态，在马克思众多的著作当中，宗教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因为宗教是唯心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却是唯物主义，是一种无神论，两者不可能共存。但是东正教跟苏共妥协，修正的教义使得苏联时期的东正教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因此得以幸免，没有受到苏联共产党废除。苏联在历史上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家的版图以及最强大的军事的力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最后却解体成为了15个国家。究竟苏联解体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曾经归纳说，是因为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的体制，还有教条主义，还有特权的阶级脱离的群众种种的弊端，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然而我们要问，即使是苏联真的出现了西方历史学家所说的那些问题，那又怎么样呢？苏联就一定会解体吗？难道就不能在保有原来苏联的版图统一的情况之下，苏联国内的各政治势力在经过一番斗争以后，最强的那一个政治势力在消灭其他的反对势力以后，再重建国家的政权吗？因此我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众多，除了以上谈到的历史学家归纳的原因以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早已经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以及文化传统当中重要组成的部分。从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以后，经过了将近1000年基督教信仰的洗礼，俄罗斯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基督化的民族。这个事实是苏共无法改变的，这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公元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意识形态都发生了重大革命的变化。苏联时期社会主义的价值以及意识形态被全盘的否定，而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重要组成的部分，是俄罗斯社会当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于是教会开始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的领域当中。教会继续发挥改变俄罗斯的力量，从建造地上天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彻底的失败，基督教在原本共产主义实验地全面复苏的非常的迅速。其实这正是基督信仰扎根在俄罗斯人的人心当中，推动了共产主义全线的崩溃。而教会能够在苏联解体以后快速的复兴，当苏联在1991年解体以后，许多人都期盼看到中国也能够承接这股全球共产主义崩溃的浪潮，来摆脱无神论禁锢福音枷锁的日子能够来到。然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会来到呢？长期关注中国宗教现况的普利兹奖得主张燕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心灵精神的复苏，而这场心灵精神的复苏规模之大，有如19世纪美国的大觉醒的宗教运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国家，正因为剧烈的社会以及经济的变迁而感到彷徨不安。张燕在他所写的《中国的灵魂》当中开宗明义的这一段话，点出了中国在经济挂帅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当中，中国人民对于精神寄托的渴望却往往被忽略了。张燕从清代的鸦片战争开始，整理了宗教在中国社会的跌宕起伏。张燕认为，在当时康有为等知识分子认为宗教的迷信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因此康有为发起了毁庙办校活动。这种反宗教的思潮在中共建政以后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的宗教几乎破坏殆尽，文革以后才开始有限度的允许宗教的存在。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成长、政策的松绑，使得中国人民追求心灵层面的价值，这也正是基督教在中国复兴的原因。张燕认为，中共对基督教戒慎恐惧，主要是忧心传教士以及教廷等外部势力借由宗教的影响，想要影响中国的内政。张燕认为，中共对新教跟天主教的管理的方法完全不同。天主教可以透过跟教廷来磋商、签署主教任命协议等等方式，让地下天主教会的信徒转向地上的教会，但是新教却没有办法用这种管理的方式。未来中共会如何将基督教新教纳入政府的管控，这种态势尚不明朗。但是中国内部几千个地下教会真的可以打压得完吗？历史证明，坚固的信仰一直都是基督徒的盾牌。在公元1983年，美国总统雷根在全美福音派协会当中发表讲话的时候，曾经还把苏联称为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结果八年以后，俄罗斯人民对基督的信仰导致了苏联这个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崩溃了。这也就是中共最害怕的，中共最害怕的就是福音的力量最终将会战胜集权的统治。于是中共费尽心力用在维稳、用在封锁、用在对外大外宣来掩饰他心中的恐惧。然而共产党所拥有的任何的工具都无法控制人们内心灵魂的追寻。尽管那些信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独裁者们可以不断地对他们的人民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但是与此同时，基督徒们都知道，我们心中有着一个更伟大的力量，那就是来自主耶稣的力量。而这个对主耶稣信仰坚持的力量，将会促使中国全面福音化的日子早一天来到。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来为中国福音化的未来祷告，好吗？如果你愿意，请跟我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为了中国这个民族过去的罪，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在你面前祈求，求你怜悯这个民族，恩待这个受尽苦难的民族。我们再次同心合意，为我们的民族祷告，为我们的骨肉至亲来祷告，为我们现在仍然在逼迫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如何恩待俄罗斯的教会，求你也同样恩待我们中国教会。主啊，求你悦纳你众仆人的忏悔、感恩以及祈祷，求你悦纳你众仆人所献上的心志，求你的灵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灵里有喜乐，奔走有力量，为全面福音化的日子来到中国而努力。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就是本集教会史为您所介绍的公元988年俄罗斯东正教。我们下次见。